我是派蒙。派蒙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好奇妙的生物，这个可以吃吗？派蒙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派蒙不是吃的，派蒙是一个过的应急食品，可以啊，做成绿叫胡萝卜切肉，还可以啊，做成绿圆吐司，派蒙是吃不胖的食品也行。要对做好的食物抱有敬畏之心，所以要对派蒙抱有敬畏之心。谢谢你。